我们要推动各国加强发展合作，各国人民共享发展成果，提升全球发展的公平性、有效性、协同性，共同反对任何人搞技术封锁、科技鸿沟、发展脱钩。我相信，任何以阻挠他国发展、 损害他国人民生活为要挟的政治操弄都是不得人心的，也终将是徒劳的。